所以，你多大？你看呢？我上学的时候，你出没出生？你离婚的时候我已经成年了。我离婚你都知道了？你自己跟我说的，你忘了？你昨晚拉着我不让我走，非要给我讲你的过去、你的经历。可以了。然后你就睡沙发上了。啊？我让你睡床上，你不睡。我还真不识抬举呢。那你刚才说忘记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故事，你的经历啊，只有这些？啊，不是，那你还想？喂，李田。